先，真系冇咗啊！前日咧就去咗韓式燒烤，琴晚咧就去咗打邊爐，眉心咧係1、2、3、4粒咧，我見到都覺得哇，我應該要戒戒口嘅時間。La Pure 救咗我啊 ！La Pure 呢一套咧 Midnight Oil 加 Nectar 咧係超勁噶，咁尤其是呢個 Nectar 花仙子，大家買嘅時間咧覺得，咦咩咁多水嘅，係咪流流地？一啲都唔流啊，因為佢裏邊係最多最多唔同嘅花種喺裏邊嘅，因為有成25種花仙子喺裏邊，其中個啤酒花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導出啲黑頭啊、污糟嘢啊、一啲污染物啊，甚至黑頭咧都幫佢哋清曬嘅。咁同埋咧，佢日頭用嘅時候係非常之吸收，同埋非常之清爽，唔會搞到個妝咧溶曬嘅。大家都我知道係好正噶。咁夜晚嘅時間點樣用法咧？我就咧係3泵 Nectar， 因為係要急救，因為有成4粒瘡出嚟。咁然後加1泵 Midnight Oil 咧，做翻一個咧保濕嘅時間咧，好勁啊！我今朝起身咧，嗰粒污糟嘢咧係浮咗出嚟噶，一洗面咧，哇！就冇咗啦，我嚟緊都可以繼續打邊爐啊，冇問題啊。